说好了让咱们顶一个小时，顶了三个小时了还不来，不会不来了吗？团长，好像是援军，向兵里，兄弟们，援军来了，给我使劲打！友军弟兄，我们来支援你们了。手雷集中一下，好的，听我口令，一二三，一起扔。好，快！一、二、三！又让我撤，我不撤。日本人一打就撤，一打就撤，我成什么了？日军已经由毛口附近登陆，向常熟进攻。另外，日本人的华北增援也到达安亭镇，目的就是切断我们的西退之路。上海已经保不住了，难道我们连南京都不管了吗？必须马上执行命令，如有推演，按军法处置。到此为止吧，团长。行了，别跟我说。团长，从东北一路打过来，被人追着屁股打，东北丢了，现在连上海也要放弃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毕礼哥，你咋来了？来，坐坐。不不不，凌云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们要撤离上海？说话呀！是，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，让我们撤离上海，保卫南京。这。
这么好的土地就让给日本人了，现在知道着急了。撤离上海，保卫南京，早干嘛去了？那你怎么办？撤吗？我得服从命令。服从命令，服从命令。你不能撤啊，凌云。上海不比东北，它是全国的经济重点。如果上海失守了，等于大半个中国都失去了。 我也不想撤，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留下来呀，留下来，我们一起在敌后跟敌人干。留下来干嘛？跟你去打游击战？打游击也是打呀。你们现在撤算什么呀？那不就是逃吗？如果能选的话，怂包才想撤。谁愿意把这大好的河山让给日本人？可我能怎么办？我是军人，我得服从命令。你错了。 军人的天职是保卫你的国家。上边有一句话说得对，现在上海肯定是保不住了，必须回撤保卫南京。如果南京一旦丢了，连另一半江山也没了。上海丢了，半个中国已经没了，你还要撤？当初从东北你们就撤了，去保卫华北，华北保住了吗？华北保不住，现在保护上海，上海也要撤。现在只有撤回去保卫南京。 如果南京也丢了，你又错了，凌云。你放弃了上海，南京沦陷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得顾全大局，南京是首府。什么大局？南京再丢了呢？守不住你们还撤吗？以大局为重啊，宾利哥。